取出我的快递。看什么看？没见过美女吗？会个货，推三阻四，小心我投诉你。哎，我看什么呀？有你这么自恋的吗？还有啊，你一天买三十个快递，你退三十个快递，商家遇到你这种人，简直是倒八辈子血霉。你还有怨言呢？你这个臭送快递的，你这种人呢，都是为本大小姐服务的，你知道吗？送快递的怎么了？送快递的也是人。哪个你耽误了？退什么货？你这一个破跑腿的，又脏又臭，还好意思跟人家女孩相亲呢？别出来祸害人了！你们这种社会底层人，不是最喜欢女人的丝袜吗？想你闻闻，赶紧滚吧！我。拜见龙王！拜见龙王！拜见龙王！起来，没有搞这么大排场，以后让我怎么过普通人的生活？龙王，宗族妥协了，请您继续回去寻找万亿财富。回去？等我自己想回去的时候，自然就回去了。行了，没什么事，赶快走吧。别暴露我的身份。是。不是相亲吗？怎么来两个人？美女，两位好，我叫龙飞，今年28岁，现在的工作是快递员，一个月挣个7000-8000，没车没房，现在暂时租房住。帅哥你好呀，我是冷星，周杰冷月，我姐今年26岁，哈佛学院金融系工商管理系硕士学位，年收入的话，差不多可以买下你的快递公司了吧？我且有车有房，崇拜对象是那位财富和实力超绝的龙王。你崇拜我？这位先生，我冷月绝不允许任何人冒充或者是亵渎龙王的尊严。不！哎呀，我的意思是说，你崇拜的人正好也是我崇拜的对象。别那么凶嘛！哎呀。突然好想要韩国听我演唱会的门票呀，可惜花钱都抢了。你喜欢啊，还送给你。姓龙，龙形玉佩，通体圆润，难道他是爷爷说的？不可能。虽然我现在是穷了点，但是我勤奋呀。你以后只要跟我在一块儿，我再努努力，只要一个月也能挣到10000块钱，到时候我全部上交给你。这位先生。不可否认，您是一个好男人，您的诚意也非常让我感动。只是很可惜，我们不是来相亲的。这不是6号桌吗？谁是贵宾区6号哟？你说的，应该是选区6号。哎，对不起，是我弄错了。哎，美女，这会有惊喜。姐，我觉得龙飞不错呀，你要不要考虑一下？正好你可以拿做挡箭牌，这样就神一只拥到云龙王了，也不是不可以啊。姐，你开玩笑的，你不会当真的吧？姐，华国天佑亲自送我2张演唱会门票。你好，是你？哼，这个世界可真是小啊。你这个臭送快递的，你好意思来相亲呢？你怎么送快递的就没有相亲的权利了吗？大家都来看，咱们这个相亲活动是不是要求本科以上学，有正经工作，年收入20万以上才资格？这怎么什么按摩啊，连一个臭送快递的也凑热闹？这快递小哥可真有名气。是啊。哎，你说还跑来跟这么漂亮的女孩相亲，这也太勇敢了吧！看到了没有，你这种社会底层人呀，吃了上顿，下顿，
根本就不配来相亲，你趁早滚吧你！我劝你说话客气点，别搞什么职业歧视。我就是歧视你们这种底层人的，收入低还不稳定，累得像狗，活的呀跟猪一样。我这个包呀，你没日没夜干几个月都买不起。我确实买不起，但是我知道你这个包是花24期才买下来的。哼，你呀、啊，简直是吃饱了撑的。大家都看见了吧？就这样的穷酸，还好意思跑来相亲呢？没钱没学历，谁会把女儿嫁给这种男人？我女儿从来不工作，追她的帅哥排了好几条街，漂亮宝宝多都用不完。听见了吗？你这种底层职业者，没有人会愿意把女儿嫁给你的。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吧你。我嫁。嗨，好巧，又见面了。走吧，我们去民政局。啊？吴建夫，跟上呀、哎！你这个穷屌丝，你故意找人野心来羞辱我是吧？也不看看自己那德行，根本就没有人愿意嫁给你。哎，就是有美女上赶着要嫁给我。穷屌丝，你装什么装？昨晚上可是要去参加冷氏集团的高等，随便勾搭你，碾死你！切！哎哎，我儿子可帅可帅，来，我儿子也是我儿子。滚开！龙小姐，我们这就结婚了。林毅，你再坚持一下，我马上就找到神医了。生死有命，爷爷早就看开了，只是放心不下你。你能答应爷爷一件事吗？您说，爷爷想让你和一个男人结婚，他姓龙，由养母照顾，他脖子上戴着一块龙形玉佩，其实他的真实身世。爷爷，就是这样，我答应了爷爷，所以只能嫁给你。你别误会，我们只是合作关系，你借我争了一口气。我也想见你，摆脱掉追求者的骚扰，好继续追求龙。怎么了，龙小姐？你爷爷是不是叫冷笑天？你怎么知道？你和我爷认识啊？好你个老狐狸，当初让我签下一个人情，原来是为了把自己的孙女嫁给我。啊，听说过。哎，你不是要追求龙王吗？那你嫁给了我，以后怎么嫁给龙王？你想多了，我们只是名义上的夫妻，各取所需罢了。你只是一个快递员，跟龙王相比就是沙粒之于明月。在我眼里，任何人都比不上龙王。等一切过去之后，我们会离婚，到时候我会继续追求龙王的。那万一，我是说万一。算了，这女人长得不错，还这么爱夸我。虽然冷是冷了点儿，但刚好我妈也在催婚，结就结吧。好吧。那就这样吧。怎么，你还勉强？不，能被您这样的女总裁看上，我高兴还来不及呢，怎么可能勉强？这是我们的婚房钥匙，以后你就住在这儿吧，我每个月还会给你10万块。好，钥匙我就收下了。但是没有但是，扮演好你自己的角色就好。这是今晚酒会的邀请函，你好好收拾一下自己，我带你结识一些人来。好。那个今晚不见不散啊。哎，既然你嫁给我了，那彩礼是少不了的。罗畅，准备一份厚礼送给冷氏集团的总裁冷月。妈，小飞，妈，你们怎么在这儿啊？我们在这打扫卫生呢。谁让你们干这个的？咱们家不缺这点钱。妈，咱们回去。你这傻孩子，我们虽然只是临时工，但是这里一天有200块呢，我小婷在一起就有400块。再说你这孩子相亲相的怎么样了？对呀、啊、哥，你就给我们讲讲呗。还挺好的。妈，我今天去领证了。太好了，了了妈一桩心事。哥，妈不是说如果你实在找不着女朋友就让我嫁给你，反正我们也没有血缘关系的，我们都是一家人，以后在一起好相处。
哟，这不穷鬼一家吗？果然人穷就是命贱，只能服务我们这种上等人。就是你今天欺负我女儿的，你劝你适可而止。妈，没事吧？行啊，穷的要死，你找人侮辱我女儿就算了，竟然敢动手打我！看看看看，这媒婆都介绍了什么穷鬼家庭？信不信我一个电话让你们全部丢掉工作？妹妹啊，我们确实是这里的保洁，您大有大量，别跟小孩子一般计较了。您忙您的，我们去那边忙。站着，得罪了我，一句话就想结果。上哪？妈，你找死！怎样？贱民就是贱民，一个月连十万块都赚不到，装什么呢？活该你们穷一辈子！我年薪是没有十万，但是在华国，我有数不完的资产。哎呀，你是真敢吹呀！我在华国，我有数不尽的资产。你怎么不说你就是龙王本人呢？姐姐呀，你儿子穷不要紧的，但我看他这里有问题啊。亿万富翁在我眼里不算什么。穷屌丝，赶紧看病去吧！罗刹，告诉世人，我回来了。还有七日后举行我的回归宴。笑死我了！牛皮吹完了没有啊？还回归宴呢？我看是住精神病院吧你。哥们儿，你是真行，演的真像。要是你真的这么有钱的话呢，那老子就是米国总统了。要是你说的是真的，我立刻跪下，原地给你每天磕一个头。啊不，我给你磕一年的头。我记住，今日之后我会邀请你们来参加宴会。到时候你遵守我的命令。小婷，妈，七日之后我会让你们变成全世界最幸福的人，相信我。站着，我让你们走。你凭什么不让我们走？就凭她是我的女人。姐，这位是？我来给你们介绍一下，这位呢是沙嫂，沙氏集团的总公司。资产破十亿，沙少是我的男朋友，我们今天见钟情。姐夫，以后啊，大家都是一家人，放心，有我罩着你，你们在这里可以横着走。刚才是谁说要在酒会上打我们脸来着？现在看看是谁打谁的脸呢？这是怎么回事？姐夫，刚刚就是他说自己在华国有数不尽的财富，他还说要咱们在酒会上下跪给他道歉呢。你看他这不胡闹吗？这不，小子，你在说什么梦话？这个酒会可是冷氏集团冷总举办的，你不要在这儿给我吹牛皮了。这酒会是我老婆举办，我想让你们滚蛋，就一句话的事。我没听错吧？冷氏集团冷总是你老婆？哎，你怎么不说龙王是你兄弟呢？我劝你趁我没发火，你有多远滚多远啊。不，来人，把这一家子穷鬼给我扔出去。我看谁敢动我的男人。我看谁敢动我的男人。是你。我还想说，怎么又是你这臭演员？我说这送快递的到底给了你多少钱呢？让你这么卖力，识相的给我滚远点，不是你该来的地方。张嘴！你还敢打我？姐，他真的是演员吗？可别搞错了。不可能，莎莎，你人脉广，他是不是真的？我也不太清楚。这冷总不爱抛头露面，今天晚也只有商界大佬全线。知道吧？那咱们是不是应该谨慎一点？你们不会真的以为这臭演员会是真的冷总吧？你们想一想，一个毫无背景的快递员，他老婆会是冷氏集团的总裁？这就是小说也不敢这么写吧？对呀，这确实不可能。要是他真的娶了冷总，他自己还会送快递，他的妈妈和妹妹还要在这里打扫卫生。万一我姐真是冷氏集团的冷总呢？这里没你说话的份儿，给我滚开！姐，他欺负我。沙少，我看呐，还是让这些人滚出去吧，免得一会儿来了贵客，对我们印象不好。来人！哎，全先生，久闻您大名啊！全先生，您这边请。这些穷鬼还不赶紧给我闪开！没看到全先生来了吗？来来来，走了，好狗不挡路啊、哎！你干什么？干什么？赶狗啊？看不懂啊？嗯。人家全先生可是商界的大佬，就凭你们这几个，要是影响了大家的生意，你们担当得起吗？
还有你，你这个臭演员！我说这送快递的到底给了你多少钱，让你这么卖？识相，给我滚远点，不是你该来的地方。薛先生，你为什么打我？谁给你的胆子，敢这么对冷总说话？冷总。真的是龙总，冷小姐，刚才是我有眼无珠了，没认出你们来，对你们的不敬，我向你们道歉，对不起。龙总，我们错了。你们一家好大的胆子！哎，小飞呀、啊，你和龙总那么熟，跟我们说说好话呗。对对对，抽快递啊。龙飞，龙哥，你就帮帮我们吧。你和冷小姐很熟？那当然，她是我老婆。冷小姐，我命令你现在立刻给这个低贱的小子离婚。冷小姐，还要我再重复一遍吗？全先生，这是我的私事，与你无关。与我无关？你以为我今天为什么参加这个酒会，还不都是为了你？结果你倒好，不声不响的给这个老鼠结婚了。喂，我没得罪你吧？你为什么这么骂我？你骂我也就算了。凭什么对我老婆这么大呼小叫？她嫁给我是她这辈子做的最正确的选择。说什么？我说你这个臭送快递，敢在全先生面前大呼，全先生就是放屁都够你香一辈子。我以为你很有钱呢，原来只是一个小奸商，就凭你还想娶冷月？冷小姐，今天我可是带了诚意了。来人，把聘礼送上来。全先生特为冷月小姐献上龙王宴邀请函5张，20克拉钻石原石1颗，跨国合同1份，总价值1000万。啊，随随便便就拿出1000万来作为聘礼，这全先生也真是有钱呐、啊！穷鬼。就这上千万的聘礼，你比得了吗？哇，千万聘礼，好多呀！可惜了，不及我父母的夫人。哎呦，穷鬼，你失心疯了吧你？又在这胡言乱语。冷小姐，你看到了，你今天结婚的这个臭怂，他脑子有问题啊！你还不跟他离婚，嫁给我不好吗？啊，他确实很爱说大。但是我已经嫁给了他，他就是我的人，这是事实。我不喜欢别人干涉我的私事。全先生，请你自重。怎么样？你难道真的要为了他跟我撕破脸吗？这份合同正好可以接近冷家完美夫妻，当然这只是小菜一碟。你嫁给我，我保证你冷氏集团可以在商场叱咤风云。要是不嫁，不嫁又怎么？不嫁，我保证你冷家10天内破产。你是在威胁？这又如何？你没得选。我说犬先生，哦不，犬先生，你耳朵是不是有毛病啊？没听到我刚才说你的聘礼寒碜吗？没有你，只要我在，我老婆的公司可以照常运行。你追我？穷鬼，你以为就凭你？就凭我？这说了半天，你这聘礼到底在哪儿呢？难不成在天上啊？行了，你先回去吧。我的事情我自己处理，你帮不了。是我老婆，我不帮你帮谁啊？你刚才倒是有句话说对了。哪句话呀？我的聘礼就是在天上。哎呀，好，在天上。这样。我们大家抬头看看，这天上到底有没有聘礼？要是没有的话呢，就把这小子立刻给我丢出去。龙王特使到。为冷月小姐送上龙王宴邀请函100张，50克拉的蓝钻项链1条，还有2亿的合同。是，都是你送的。这怎么可能呢？他真的送来了聘礼！我的天哪，100份邀请函，50克拉的粉钻项链，还有2亿的合同。要是给我们，我们一辈子得富，我们10辈子也花不完呐！这怎么可能？
他只是一种快递员而已。对，这不可能，这一定是哪里搞错了吧？小丁啊，你怎么回事？小飞什么时候这么有钱了？哎妈，我早就跟你说了，哥是绝对不会骗我们的。现在如何呀？全先生，全先生，您怎么在这儿了？哼，我们也欠你来跟你们谈生意，结果被自己的老鼠给侮辱。你胡说，明明是你干涉我姐姐婚事在前，跟我姐夫比拼的在后，现在比不过就开始乱说了，你还要不要脸？冷家二小姐，你怎么知道我们全先生比不过？你这聘礼不就是我姐夫让你送来的？这聘礼呢，是我替全先生送的。什么？傅先生，这聘礼真的不是他送来的吗？就这个穷鬼，哪能送得起这么天价的礼？各位，这个聘礼是我补上来，前一次戏曲，这一次惊喜，大家可以看得出来吧？我对冷小姐可是带着诚意来的呀。你真无耻！还有你，为了跪舔别人，竟然临时改变说辞，你更不怕引火烧身？你胆儿可真肥呀、啊！谁不知道全先生、傅先生那可是商界的擎天巨柱，岂是你这样的人能够斥责的？哎，乖乖等死吧！姐，怎么办？你可帮姐夫想想办法呀！让他吃点亏，认清现实，也未必不是件好事。那万一这是姐夫送的呢？不可能，我查过他所有的底细。他不可能有这种人脉和资产。穷鬼，现在跪下来给我磕个头，我可以考虑放过。全先生，这是大人不计小人过，给你机会，赶紧跪下来磕。好啊，你们这些狗腿子，希望你们别后悔。李洛，限你十五分钟内来天上人间清理垃圾。李总的名讳也是你们来提及的？就是，李总富可敌国，身上哪怕就是一根汗毛，也比你这穷鬼要来的珍贵。你吹牛嘛，也吹得像。哎，真可怜呢。不听没事。傅总，是我儿太冲动了，我代他向您道歉。我只有几百块钱，这是我的心意。妈，来的穷酸货，几百块钱怎么要花？是是是，我们自己走。小飞啊，听话，我们赶紧走吧。谁让你们走了？小子，自己掌嘴一百下，我就放过你。全先生，您大人不计小人过，我回去肯定好好教育他。教育？年轻人啊，嚣张跋扈的你就得吃掉。哎，你不是说刚刚你儿子要找李总清理门户，现在人呢？我儿子开玩笑呢，您别当真。你家子臭，全先生。不然我叫人教教他。来人，把这个穷鬼的腿打折。花国首富李总到。李总，您怎么来了？混账，吃里扒外的东西！没想到李总真的来了，该不会真是那小子求来的吧？不可能，他只是一个送快递的而已。李总，你干嘛打我呀？为什么打你？这下该知道了吧？不知道啊。我，你给老子听好了，你名下的资产将被无限期冻结，日后我再敢踏入商界半步，老子让你求生不能，求死不得。李总，我做错什么了？你干嘛这么对我呀？我给你提个醒，你拿着龙王的聘颠倒黑白，你觉得你得罪了龙王，我还能保得下你吗？这居然是龙王送的聘礼啊！怎么会是龙王呢？姐，你什么时候把龙王追到手了？这么厉害！哎呀，李总，好久不见呐！全先生对吧？李某奉劝你一句，龙王不可惹。李总，你什么意思？一件小事，何必呢？再说了，龙王也是很少与世人争斗，你觉得你可以靠他来威胁我？哼，你刚才说什么？我没听见呢。我说龙王隐士很少与世人争斗，你可以靠龙王来威胁我。你是吃了豹子胆了啊？你私吞龙王的聘礼，你觉得这是小事儿？你就不怕龙王灭了你全世
门吗？啊！嘿，你们这群老鼠，你这个当众侮辱我，你们真是该死！这人冒领聘礼就算了，还这么嚣张。全先生，远来是客，我尊重你，也希望你尊重别人。冷小姐，你好像没有认清现实吧？纵然我喜欢你，但是你最好摆清自己的位置。还有你，你还欠我100个耳光，是你自己动手呢，还是让我来？我这个人吧，从来不会打字，但是呢，也不会被别人打，但是我这手艺呀，专打无耻之徒。老千，这小子，你是疯了吧？他可是全先生，敢打他？我见过欺软怕硬，都这个时候了，还在提？少废话，放开全先生，不然就把你的恶行发到网上。我实在是搞不懂，你为什么甘愿去当狗跪舔别人？他到底给了你多少？还是说从你骨子里就是个贱人？你，就凭他是有钱人，而你只是个底层贱人家富可敌国，而你只是一个外卖员，够了吗？够了！龙总，你为什么打我？我打的是你，我打的是条狗。你今天的表现出乎我的意料，但是要注意分寸。老婆，我知道了。看你现在这个样子，至于下跪道歉，还是等我们下次见面。小子，7天后就是龙王的回归宴，到时候我要在宴会上诉告你，小子。别以为你抱上龙总没翻身，人家可是龙王看上。你拿什么争？你敢争吗？到头来打赏自己的性命。那万一我就是龙王呢？猪就是猪，永远都不可能是天上的龙。哎，李总，我这姐夫真的是什么都问了我呀？啊，还是啊，这个小妖，我不知道啊，我只是听说有人拿着龙王的聘礼来巴结别人，所以呢。我就过来处理一下，其他的李某一概不知啊。哦，陆先生，要不这样，我姐在这等您。哼，我就说嘛，一个送快递的怎么可能是龙王？果然是冒牌货吧？啊，属下拜见龙王。请什么？谢龙王。龙王，我想问你一句，为什么刚才不让属下暴露？还是等7日之后吧，这7天内。想再考察一下这个楼。看过了没？小人我把你眼睛挖出来了。哎，抱歉，我知道你回来了。我这也走。这是你们的心意。Take it of me, took a写完了，快来吃面。这东西能吃？那当然了。想当初，英国公主吃了我这碗面，那是死乞白赖的想要嫁给我。您说大，你尝尝。这是什么面？还真挺好吃的。这家，你在我的心里。说正经的，那个，咱俩都结婚了，要不你明天看看有没有时间跟我一块儿回趟家，见见家长。不送，我没空，这一周的行程都排满了。妈，妈，要不咱们还是找哥借点吧，这样这个月的房租不就解决了吗？还是算了吧，你也不是不知道你哥的现况，他现在啊正和别的姑娘结婚呢，自己的钱都不够花，我们呀就病了
添麻烦了。哎，你们把这月房租款交不交？不交就赶快滚蛋！房东大哥，钱我们一定会交的，不过我们最近手头可能有点紧，能不能再宽限我们几天？哎，要不这样吧，你晚上呢陪我吃顿饭，再喝点酒，我就把你这个月房租给你撵。你吓什么呢？要敢动我女儿一下，我跟你拼了！你要是不愿意也可以呀、啊，最多才给你三个小时，不交。那就该给我滚蛋！妈，我们该怎么办啊？这个卡是你哥给我的，我去取个钱，你在家等我。哎，妈，妈。喂哥，妈带着你的卡去银行了，要不你还是去看看吧。嗨，有啥不放心的呀？那卡里的钱呀、啊，妈取不完。哎，不是，妈第一次去银行取钱，你就快去看看呗。好，好，好，我去陪老妈去银行取钱。这位女士，请问您需要办理什么业务吗？我想取钱，请出示一下你的身份证和银行卡。哟，这么巧呢！我说，你家都穷得叮当响了，还跑来柜台取钱呢？这位女士，您这银行卡和身份证信息不匹配，取不了钱。我说怎么来柜台取钱？原来是偷的卡呀！不是偷的，是我儿子的卡。得了吧你，偷就偷了，还狡辩！给我起开，别耽误我取钱。哎，这卡不能给你啊，这不是你的。这是我的卡，你不能拿走它，你还给我！你这个老太婆还敢来银行闹事，不想活了是不是？你赶紧给我滚开！你说这卡是你儿子的，让他来拿呀！你就是在这里撒泼打滚也没用。小飞不会骗我的，不要再找麻烦了。你这是怕你那窝囊废儿子丢脸啊？既然你不愿意，那我。有完没完？还是挂了。哎呦呦，还挺能装啊，龙飞啊龙飞，你妈有你这样的窝囊废儿子，简直就是倒了八辈子血霉了。啊、小飞，我没事，我没事。妈，你怎么了？想知道你妈怎么来银行自己看了。你给我取十万块出来。好的，这小姐。这就是我跟你那窝囊废儿子的差距。我呢，轻轻松松的就能取个十万块出来，而你那废物儿子，哪里能取出个几百啊？怕都是要谢天谢地了吧？你这种女人配不上儿子，也找死！朱文林，没事吧？小飞，我没事。废物，敢朝我动手！妈呢？妈，给我过来！妈，你也敢动？你找死！还愣着干什么？还不把这两个穷鬼给我赶出去！周小姐，不好意思，你们两个把他们俩拖出去。小飞，我们快走吧，那卡不要了，我就想你平平安安的。妈。放心，慢着，我们是来取钱的。我劝你们能给我老实点，免得到时候我……从什么时候开始来银行取钱都要被威胁了？你这个蠢货快递，多少钱？这是我的身份证，把那张卡里的钱全部都取。给他取，我倒是要看后送快递。大存款，他那个卡里要是能取出个几百块啊，都不错了。
先生，请输入一下密码。女士，我是行长，对不起，您要取的钱我们银行短时间内拿不出来。什么？现在银行都这么穷吗？几百块钱也没有？我们不原谅。哎呀，小白算了，不会是不是上市。行长大人，这两个人他就是社会底层啊，哪有什么钱啊？银行不行。什么时候那么低智？两位，给我到办公室去休息一下。不用了，我照经去。那您实际需要多少钱？我帮您凑凑。31亿？啊不不，3000。3000块？是不是卡里不够3000啊？有，快，有3000块钱。你们两个护送两位贵宾离开，慢走。小飞啊，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这阵仗有点大呀，早知道不给老妈那张黑卡了，到时候被人注意到可是麻烦。两位大哥，我散了吧，大家辛苦了，辛苦了。行长是我兄弟，谢谢两位大哥刚才陪我演了这么一出戏，辛苦辛苦。妈，那个，要不你先回去，我一会儿有工作。那妈先回去了。你这孩子啊，就是爱闹。龙飞，老婆，你怎么在这儿？这不是巧了吗？这不是。我就随便逛逛。啊。龙王黑卡出现在银行，可他人呢？老婆，别这样，看得我都害羞。你干什么？啊，老婆，这离我家挺近的，要不你干脆去坐坐，见见咱妈。这样吧，集团在帝都的项目出了些问题，如果你能解决的话，我就跟你回去见家长。不仅如此，我还会把集团副总裁的位置给你。出去！对5对2。去叫你们老大出来，我有事想和他。没你要求，我们当然没意见。只不过我们老大习惯让你去见他，让我爽一下，我就带你去见。没事吧？跟爷抢女人，找死！好厉害啊！别装死了，带我去见山鸡。是。等一下，我也去。怎么？我找山鸡有事。不怕？不怕。那好，走吧。甜。老大，有人打上门了，老大。他妈谁呀、啊？敢动老子的人！我打的。山鸡，梦之城项目的开发权在你手里，对吧？原来是陆总。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你们陆氏集团跟冷氏集团一直是对立关系。怎么着？你想帮冷月？姐，出大事了！又怎么了？是姐夫，他打到山鸡那里去了。什么？他怎么这么冲动？我听说那山鸡是个武林高手，力大如牛，一拳能打死一头老虎。他这样贸然前去，不是会吃亏吗？走，我们赶快去阻止他。姐，我去，能阻得了吗？他冷氏集团最多就给你这个数，我陆氏集团给你翻倍，你卖不卖？原来是来抢生意的，陆总。你是不是忽略了一个问题？什么事儿？你觉得老子是缺钱的人吗？老子从来都不缺钱，老子缺的是你这种极品的小美人儿。你要是能陪老子好好睡一晚，把老子给伺候舒服，
那老子就把那个合同交给你，找你妈陪你去。臭娘们，你真以为老子不敢动你吗？啊！哎，老魏，能不能让我也说一句啊？这块地是我老婆的，还麻烦你们能让让。我知道你，冷月养的那个废物小白脸。错。冷月都拿我没办法，你一个乡巴佬，像地道出头啊！来人，来人，什么人呢？是想叫你外面那几十个废物手下。我的人呢？我就也没什么，就请他们睡了个早觉。看来我是小看你了，你不仅不是废物，反而还有点能耐。不过那又怎么样？想要帮冷月那个小妮子，首先你得先打败。只要你能打赢我，那合同我就给你送上。小心点，这山鸡可不简单。小心，别小心石头。就你这三脚猫功夫也出来耀武扬威，你到底是谁？怎么会强得这么离谱？你到底是谁？竟然能一招打败山鸡？那个就按照你刚才说的撤出开发权。小子，你很能打吗？能打有个屁用啊！出来混要讲后台的，我的后台是华国首富李总，你惹得起吗？哦，那就好吧。可办个屁，老子吃进嘴里的东西就从来没吐出来过，耶稣来了也不管用。我说的李总，完了，你先回去做大夫，我们得罪不起。永儿，你先走。小子，看到没有？啊，华国首富李总，打个喷嚏都能喷死你，能死吧你啊？李总，混账东西，谁给你的胆子，敢想扔这么多地板？这是怎么回事？李总怎么会怕冷月？难道是因为李总他就是一个无名小卒？他怎么？哎。什么话？还不赶紧给娄先生赔一道歉！他谁呀？他是谁啊？我告诉你，你在他面前都他妈是蝼蚁！听着，把这位爷给我伺候好了，他开心你活，他要是不开心了，你就得死。我这娄先生，我还有事情，就先告辞了。钱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，不过知道他贷5000要救救姐夫呀，别忘了你们还是假夫妻呢呀。无论如何我都要救他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山鸡他向来心狠手辣，视人命如草芥，只希望这些钱能够救他。姐夫呀、啊、姐夫，遇到我姐是你的福气。怎么样，手法还行吧？让你学过。不错，舒服。待会儿再给你捏捏腿啊。老婆，你怎么来了？怎么打扰到你跟美女喝酒了？没有，不是。你这个老公还真不错呢，我喜欢。姐，再不说了，姐非不嫌弃你。你们在干什么？想知道你把这块地让给我，我就告诉你。做梦。哎呀，嫂子，之前不知道您是龙先生的夫人，这不大水出了龙王庙，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了吗？之前都有得罪，嫂子你见谅啊。哎，刚子，这个是开发权合同，哎，你拿着。这，哎呀，嫂子，这本来就是您的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啊，这那个，是这样的，我跟龙先生呢一见如故，我一看到他就像看到我亲哥一样，特别亲切，所以呢，我就把孟之城的这个项目交出来了。我怎么能为了那一点蝇头小利耽误了兄弟感情呢？是不是哥？这么简单？就这么简单。看来我还是小瞧你了，谈判能力不错。你笑什么？笑你可爱呀！管好你自己吧，我说话算话。既然你帮我解决了问题，那么从今天开始，你就是冷氏集团的副总裁了。其实我担心的是另外一件事。明天，明天不行，我有安排。龙先生，你要不考虑一下做我们集团的副总裁？我给你年薪翻倍，而且你要是觉得我不错的话，还可以追我，我肯定不会拒绝你的，更不会拒绝跟你回家见家长。抢人家老公，真不要脸！陆佳琪，你真行啊！公开抢地抢不过就来抢，你就不怕噎死？我乐意，你要不跟我回集团坐坐吧，我们现在就走。不行，姐夫得去我们冷氏做副总裁呢。快跟我走，跟我。哎，停！哎，别怕。我没找我，没找我。哎，你哎，我马上到。
哎呀，这不龙飞吗？是咱们学校成绩最好的学生。不过我好像听他们说你去送快递了，这不是真的吧？这是真的。怎么，我送快递赚钱碍着你的眼？今天可是校庆会，会来很多学弟学妹，让人知道我有同学是干送快递的，那我多没面子。什么意思？还不懂？你个送快递的就别进去丢人了，免得给我也丢人现眼的。老同学，别说我不照顾你啊，拿着这几百块钱今天早点收工。你有钱了不起啊？当然了不起啊，不服你也拿钱砸我呀。啊，我满足你。哼，这个人，穷鬼装什么装？这酒店是你家开的，老子偏要进。老子是这里的至尊 VIP， 还谁敢不让我进？把你们老板给我叫过来。这怎么可能？这里可是五星级酒店。没什么不可能，我看这里很不错吧，我很喜欢，刚才就买了。不可能啊！现在他来这里做什么？龙飞，我找到你了。哥，可算来了，快坐。怎么他们也在？你管那么多干嘛？看来这人到的都差不多了，那咱们就先开始吧。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，这位可了不得，这是沙氏集团的沙少，他的父亲就是这丽都酒店的总经理。沙氏集团听说市值上千万呢，以后有什么事可以尽管来找我。我和牛云是好朋友，他的事也就是我的事。沙总，沙总，以后多多照料，我敬你一杯。好说。哎，牛云，我看你的同学家属应该也都是出类拔萃，不如让他们介绍一下自己，方便大家交流。没错没错，这今天呢就是场联谊会，能认识一些大佬，对各位今后的工作有很大的帮助。对对对对。哥，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。你放心，哥不会怎么样。刘明啊，那从先从你开始吧，您介绍一下您带来的朋友吧。啊，这位是我朋友雷总，他在冷氏集团做高管，年薪800万，混得一般，实在惭愧。以后有需要帮助的地方，可以随时来找我。那这位可是剑桥大学的教授，在学术界有很高的地位。我没记错的话，前段时间好像还拿了漂亮国的绿卡，可以永久居住在漂亮国呀。学术上的问题或者想进某所学校，大家都可以过来找我。那接下来好像应该轮到这位了。你不是把哥哥带来了吗？快给我们介绍介绍啊。要不咱先走吧。我说云少，你怎么把这一对穷鬼给叫来了？你们认识？何止是认识，还很熟呢。这个龙高中学历，送快递的，而他这个妹妹更是给人家当保洁的。我说云少，确定他是你同学吗？不是说好了都带各界精英来的吗？你哥哥他真就是个送快递的。是，我哥是送快递的，但在我心里他就是世界上最厉害的男人。人家可牛了呢，老婆可是冷氏集团的总裁。不是我说，兄弟你这吹牛吹上瘾了吧。梅少，你不是也在冷氏集团工作吗？他见过吗？没见过。老师，那位总裁不会真的是他的？是呀，那位冷总被龙王看上，怎么会在意这个小三呢？放心吧，冷总不是为了这个穷鬼专程跑过来一趟的。你胆儿真大呀，还敢冒充我们冷氏集团的姑爷。小子，听到没，连我们冷氏集团的大佬都发话了，你还不赶快跟我跪下道歉。请问你在冷氏集团担任什么职位？人事部经。哇，明天你不用上班。开什么玩笑，你一个骗子，也想替冷氏集团解雇我？不是我说啊，叶条，真不是我们故意针对你哥，主要是你哥的太鸡巴了，这又穷又爱吹牛，还说自己是冷氏集团的女婿，这不笑死个人吗？够了。可是看在这是婷婷的同学会的份上，我对你们已经忍很久了。
哥，你别冲动啊！你倒是说说看，不忍让你还想怎样？继续吹牛，吓死我了！还是说给大家表演一个原地爆炸呀？啊！在座的各位，哪个不是事业有成、富甲一方？还是送快递的废物一个？话说你啊，非要来参加这同学聚会，你不是下贱找骂，还能是什么？你很不服气啊？那就拿出你的实力给大家看看啊！臭屌丝，不是我说，我感觉他自以为良好呢。可不是嘛，他刚才意思就是冷氏集团的冷总吧，是他老婆，他还想开了人事部经理，这不白日做梦吗？我们这桌的气氛都被这穷鬼搞坏了，你要是识趣的赶紧滚出去，赶紧滚，赶紧滚。你们让谁滚出去啊？这冷总，您怎么来了呀？龙副总裁来参加宴会，怎么不表明自己的身份，平白让人狗眼。你真是冷氏集团的副总裁？如假包换，他没有吹牛，他说的是真的。哦，看来你还是真的低调啊。龙总、副总裁，对不起，我有点不识泰山。怎么回事？一点小事儿，我打算开除一个人，没意见吧？一个小喽啰，给你。冷氏集团的陆总，您怎么也来了呀？我来给龙先生送礼。陆氏集团特为龙先生送上豪车五辆，帝景江月别墅一栋。陆氏集团为什么会给他送好礼？龙先生，多谢你上次救了我，这些礼物还请你收下。他是我的人，你要道谢应该先找我才是。我要找你的话，哪还有机会和龙先生单独聊天了？陆佳琪，我劝你不要在我面前挖墙脚。那要是我非挖不可呢？什么？两位美女总裁竟为了一个穷鬼争风吃醋？见鬼！到底什么人啊？好了，我有事先走了。龙先生，这是我的名片，有空记得给我打电话，有惊喜哦。不要忘了你的承诺。叶婷，你哥可真够厉害的。你们刚才一个个的狗眼看人低，怎么现在知道讨好我哥了？叶婷，这就是你不对了。早知道你哥这么厉害，怎么不早告诉我呢？这是天地间。哥，刚才一见面我就觉得你这人不一般。虽然说你只是一个送快递，但是过得比我们谁都好啊。有句话说得好，大隐隐于市，你可真厉害。你可拉倒吧，刚才怎么不这么说？那个，我这人就是开个玩笑。哎，你们都知道的，我平时就喜欢开个小玩笑。哥，今天真是对不起啊，让你受委屈了。要不咱回家，给你做好吃的。你这个软饭的，到底耍了什么花招，要把龙总和陆总都给骗了？可能是因为我长得帅吧。呸！就你这个穷鬼，看着都倒胃口。小子，你别觉得现在风光，等冷总和陆总明白了，你就还是个送快递的。贱民就是贱，你懂不懂？改不了的。没错，龙总可是龙王看上的女人，等龙王回归，早晚会被抛弃。敢抢龙王的女人，到时候希望你能承受得住。我们这一桌都被这个送快递的搞坏了氛围。这样，我带大家去楼顶的至尊包厢继续 happy， 如何呀？至尊宝宴，那可是身份地位的象征啊，这就不是有钱都能买的了。傻少，你可真有本事！你们都忘了吗？沙少的爸爸可是丽都酒店的总经理，这家酒店相当于就是沙少的。我们沙少的财富，那可是有目共睹的，不像某个只会吃软饭的沙少。厉害多了，这小子就是一个吃软饭的，运气好罢了。对对对，咱们杀手靠的就是自己的能力。你们这群人啊，真的是既吃不记打，攀岩附势，狗眼看人低。所以才说你只配当个底层贱民，一点都不懂得变通。要不你学个狗爬，我就也带你去至尊包厢。你这是在找死！小子，你没有听到吗？我老爸是这里的总经理，这是我的地头。你现在把他叫过来，看他敢不敢动。行，你等着。爸，我被人欺负，你赶快过来呀、啊！在酒店里、啊，贱民就是贱民，敢在这五星级酒店闹事，你不想活了是不是？哎，兄弟，赶紧给这杀手道个歉。你是靠女人，但人杀手如常够这般。不是你能惹他，就是惹谁不好，非要惹杀手，你这不是把自己往火坑里推吗？哥，我看他们好像一副惹不起的样子，要不我们这次就算了。现在知道怕了，晚了，跪下来也没用。混账！哪个混蛋打我的儿子？给我滚出来！是我，让我看看你是啊，老板，老板，老怎么是你？
爸，你没有搞错吧？他怎么可能是酒店的经理呢？快找他去！我今天刚接到通知，你就给我得罪老板。爸爸，这里面一定有什么误会。对啊，这个罗非他就是一个送快递的，怎么可能买得起这么大一个酒店啊？妈的，就是你这贱人勾结过我们家儿子，还给我们得罪老板。龙总，我已经教训他们了，你大人不计小人过。那我要重过了。快找他去！你还不快给龙总道歉？快点！龙总，今天你就把丽都总经理的位置让出来。是。小婷，在我最困难的时候，是你和妈收留了我。本来我还想和你们过一辈子普通人的生活，但现在看来是不行了。这丽都酒店总经理的位置，以后就你交给他。我，董飞，你现在怎么这么厉害？啥时候买的这个酒店啊？之前说话是有点过分，现在道歉还来得及吗？算了，现在不能太张扬，万一暴露了我的身份。其实不是这样的，我是救了这酒店老板一命，所以他让我来体验一天老板。但是我做的一切决定都有效。真的？当然是真的。要不然我一个送快递的无权无势，像这五星级大酒店吗？我就觉得今天怎么突然来了个新的老板，原来你只是来提一天。哎哥，这次是开玩笑还是真的？当然是开玩笑的。哎，我老板，我又说错话了。那倒也不用，我嘛只是过来体验一天老板的。老婆，宴会，好，我马上到，马上到。哥，他到底真的假的？当然是真的，我早就调查过了。他们祖上三代都是穷光蛋，他就一个送快递的，怎么买得起这栋楼？这个耍饭蛋，有必要吗？有必要？一会儿我妈可能会让你为难。哥，放心吧，我不会给你丢脸的。姐，姐夫，你们来了。妹妹，在爸妈面前不要乱说。就叫，反正只要有姐夫在，什么事你都能解决，你说对吧？姐夫，你说是就是。阿姨，你好。你这个废物也配得上我女儿？妈，你干什么？干什么？你偷偷跟她闪婚的事情，你以为妈不知道吗？这臭小子，她凭什么娶你？爸，你看这么多人呢，你可别让姐夫出丑呀。你这个丫头，胳膊肘就喜欢往外拐，你这样做会害了你姐。怎么会？姐夫很优秀呀，而且对姐姐也好。优秀？优秀个屁！他一个凑快递的，我调查过他，要钱没钱，要背景没背景的，怎么能配得上我们家冷月？阿姨，你可是说的没错，这个废物只会花言巧语哄骗冷月，其实啊，他屁大点本事都没有。就是就是，这穷鬼相亲了十几次，十几个女孩都看不上他，怎么偏偏就跟龙总结了婚？这说明什么？说明龙总被他给骗了呀！怎么哪都有你们，我姐夫比你们优秀多了，上一边废去。冷心，怎么说话的？我怎么教育你的？说话这么难听？这不是跟妈学的。月月，妈知道你的想法，你的婚姻大事要你自己做主，但你堂堂一个冷氏集团的总裁，怎么能嫁给一个快递小哥呢？你不觉得你自己很委屈吗？妈，我别说了，这是妈替你做主。臭小子，我不管你以什么花言巧语骗了我的女儿，作为她的母亲，你们这桩婚事我不同意。是个来自贫民窟的癞蛤蟆，凭什么高攀我们？这里不欢迎你，给我滚出去！你们也未免太过于傲慢了吧？废话少说，滚出去！记住，请记得跟我女儿离婚。那我要是说不呢？你有什么资格说不？你看看这里所有的人，不是个个身价千万，你一个送快递的，你有什么资格参加这场宴会？阿姨说的对，我就奇怪了，你这个人怎么一点自知之明都没有？你这种人吃了上顿没下顿，哪来的胆子敢参加这高端的宴会？有眼无珠，敢得罪龙先生。陆氏集团的总裁陆佳琪，他竟然也来了。听说他和冷月是死对头，这次怎么会来？陆总啊，之前没来得及和你打招呼。陆佳琪，你来干什么？我呀，当然是为了龙先生了，把宝石当沙粒。既然你们冷家不懂得珍惜，那只有我来珍惜啦。龙先生，不如你跟冷月离婚吧，做陆氏集团的女婿如何？我呀，比冷月更解风情呢。陆佳琪，你到底要干什么？我说了，想姐夫。这下又好戏看了，也难为你们陆氏集团能看得上这个臭小子。既然您看上，你就带走他吧。阿姨说的对，冷家的女婿有我一个就够了，他那种垃圾货色，还是留给陆氏回收利用的好。阿
哎呦，镇少，你可算来了。阿姨，不好意思，让您久等了。这边准备了一些礼物，所以迟了些。都是自家人，别太客气。我记得今天是伯父的生日吧？当然要备一份大礼。这里是龙王回归宴邀请函10张，御景豪庭别墅10套，小小礼物不成敬意。祝伯父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。龙王宴邀请函现在一张价值都在上千万，这还一次性送10张，一栋御景豪庭就得5000万，10栋，这加起来过亿啊！这也太夸张了吧，真有钱呢。这个镇上可是帝都4大家族之首，当然有钱。这小子遇到克星了吧，看来不用等到龙王回归宴，光是这镇上呀就足够让老岳废掉这废物，谁会选择他不选择镇上呢？他被冷月踢走，你要好好羞辱他一番。今天是伯父的生日，同时呢我也想成为我们的纪念人。冷月，嫁给我好。我不，我们月月愿意，愿意，愿意，愿意。镇上，我现在就让我们月月跟这个穷小子离婚，马上跟你去领证。我说丈母娘，你也太不拿我当回事了吧？我人还在这儿呢，就直接跪舔一个小小的郑家。你的意思，你还看不上郑家？你可知道能攀上郑家是有多大的机缘吗？我老婆不愿意嫁给他，今天就是天王老子来了，他也从我身边抢不走他。啊，你一个送快递的，月入几千，你有什么资格跟我郑家叫板脸呢？就是，也不看看自己是什么身份，再看看人家郑少，年少有为，帝都家的公子，人家就是动动手指呀，挣的钱都够你努力一辈子了。可真喜欢跪舔呀！不过是一个区区郑家，我一个电话就可以把你们郑家从世间抹除。哎，这是搞笑！我们堂堂帝都郑家，百年底蕴，你一个送快递的，一个电话就想把我们郑家抹掉，也不怕风大闪到了你的舌头？罗畅，限你3分钟，让郑家破产。小小的快递员还扬言让我们郑家破产。郑少，你有所不知，这个人呀最爱吹牛了，之前还说自己是丽都酒店的大老板呢，最后呀被啪啪打脸。哦，他还不是第一次说这样的大话。来，我来陪你玩3分钟，我看你是如何让我们郑家破产。你郑家都要破产了，你还陪我玩3分钟，你的心可真大，我真想替你爸揍你。你这个臭快递员，你在这胡说八道什么呢？赶紧跪下给郑少道歉。行了，我知道你说这些大话是为了帮我，但是你知不知道帝都大寿意味着什么？不是你说一句大话就能帮上忙的，你们冷一下都要看人家脸色行事。那我问你，如果我把郑家得罪死了，你会轻贱我抛弃我吗？这都什么时候了，回答我。我不会，因为这就够了。你是我老婆，我不会让你受任何委屈，也不会让任何人逼你做你不愿意做的事情。真感人呐，但是非常抱歉，3分钟过去了，我们郑家依旧是帝都的大家族，依旧还是那个送快递的。你这穷鬼还墨迹什么呢？还不赶紧跟我们月月离婚，少在这攀高枝。哎爸，你这混账东西到底得罪了什么大人物？我们郑家产业被人连根拔起，郑家完了。什么？不可能，不可能！这个送快递的，你怎么可能让我们郑家破产？快说，你到底做了什么？什么？郑家破产了？他竟然真的做到了。你的身份果然不简单。姐夫，你真棒，我知道有你在，什么问题都能解决。小心，到底这龙飞是什么人？怎么一句话就能让郑家破产？杀手，这不会是真的吧？我也不清楚，真是邪了门了。这小子每次说的话，为什么都能兑现？不会真的是？不可能，派人调查过他的底细，要不然你觉得我会蠢到去得罪一个商业大佬？你们郑家在我面前屁都不算，记住下辈子别再跟我抢。你们都给我等着，走。现在你跪舔的郑家已经破产了，你还打算把你的女儿嫁给他们？你一个高中毕业送快递的，怎么能让郑家破产呢？事实就摆在面前，你还不信吗？小子，你不过就是瞎猫撞上死耗子而已，你不会真的以为郑家破产跟你有关系吧？饭可以乱吃，话不能乱讲啊。二小姐，你别被他蒙蔽了。阿姨，有件事情恐怕你还不知道吧？什么事？阿姨，在这招商酒会上，龙王可是在诸多商业大佬面前给冷总送上了聘礼，相对而言，龙王将会在回归宴上就会给冷总提亲，这时候郑家来提亲，岂不是严明要和龙总抢亲吗？所以郑家破产是因为人啊，龙王，龙王，
龙浩给我们医院下聘礼了，这么大的事你怎么不跟妈说呢？妈，我跟龙飞已经结婚了。糊涂，他可是龙王，世界第一人。龙王能看上我们冷家，是我们冷家八辈子修来的福气。你还在等什么？你今天必须跟这个废物离婚，听见了没有？你十句话，九句都在看不起我，你就不怕我就是你口中所说的龙王吗？呸！你这什么货色？还龙王，不撒泡尿照照镜子？他就是个骗子。他家就住在我家隔壁，家里穷的呀，连学都上不起了。哎呀，还龙王呢，我看就是个骗王吧。事情一目了然，这次郑家会破产乃是龙王所为，这小子不过是踩点运气好罢了，被他捡了个漏。阿姨，不如这样吧，我们陆氏集团和你冷氏集团下个赌注吧，输的人上出各自集团 50% 的股份，怎么样？赌？你要赌什么？就赌你们看不起的龙飞会不会在龙王回归宴的当天打你们的脸。你的意思是赌他是龙王？龙王未免有点过于不真实，我们就赌他比那郑少的身份还要高，怎么样？冷月，赌吗？我赌。必须赌，我们拟合同不反悔，合同稍后就到，我们龙王回归宴上。妈，你怎么不跟我们商量一下就同意了？这万一输了怎么办？不可能输，我们冷家跟陆氏集团斗争了那么多年，终于让妈逮到了这个机会可以打垮他们，必须赌。可是没有可是，距离龙王回归宴没有几天了，在龙王回归宴之前你必须跟这个废物离婚。至于郑家可以先缓一缓。小姨子，这些是？你以为公司俸才这么好当呢？这是离他的项目，你得挨个审批啊。这样啊，那行吧，你先放着，我待会儿处理。对了，姐夫，有件事我得提醒你一下。什么事？就是你跟我姐的婚事，虽然现在郑家垮台了，但是因为龙王的缘故，我妈还有一件事你跟我姐离婚。不过你放心啦，就算你跟我姐离婚了，你还是公司的副总裁，我姐不是那种忘恩负义的人。你这是提前过来安慰我呀？姐夫，我觉得你人真的特别好，除了陆佳琪他们都不怎么欣赏你。如果你跟我姐离婚了，那我嫁给你了。看来又有人要搞事情。老婆，你先忙着，我出去打个电话。龙总，谢天谢地，你终于来了。龙总，该怎么办？怎么样了？很不妙，有人突然发难，瞬间涌入大量的资金打压我们，我们想办法抵抗，也是没办法。知道是谁做的吗？冷小姐，谁是想念的？证明。拜你和那个废物所赐，我们郑家要垮了。趁着垮之前，我们玩波狠的，集中所有能动用的资金，不惜借款也要在股市鸡冷家把你们也拉下来，够刺激吧？到底要怎么做你才肯罢手？很简单，我要你嫁给我，并且用冷家 70% 的股份做嫁妆。 70% 的股份？你怎么不去抢啊？你心也太黑了吧。只要你愿意，我就停止打压你们的股票，如果不给那就继续吧。相信过不了多久你们冷家的股市就会崩盘，到时候目前我们冷氏集团的跌停板的封板资金是8亿，我会动用5亿来开始拉升，希望能拉得上来。涨了，涨了，开始涨了！你也开始帮忙拉升了，别高兴得太早，这点资金还远远不够。又跌停了，你能帮我吗？不然没救了。可以，不过我有个条件，什么？把龙飞让给我。嗯，我，你喜欢他？对，我喜欢他。看来我的魅力还挺大，要不你们别争了，两个我也行。帮不帮谁？还是不行，根本就拉不上去。以我们的资金远远不够。他看得可真准。喂，从我的华国账户上提钱拉升冷氏的股。这是谁啊？怎么一副没见过世面的样子？他就是想在美女面前装个逼，只是啊，牛吹大喽。别说错，
我用命吧。还有五秒。五秒什么？还有四秒。三、一，时间到。喂，什么？有资金进场，阶梯门打开了。资金进场，股票开始拉升了。广世集团的股市活了。臭女人，我又被你害惨了，家破人亡啊！妈，你回来了。儿子，你不在家陪媳妇，怎么回来了？妈，我跟你说个事儿，以后咱们不住这儿了，这环境不好。啊，不住这儿，住哪儿啊？妈，你是不知道，我哥呀还赚了一大笔钱呢，说要给我们换一个大房子。胡闹，这里的房子哪都不得几百万呀。妈，你哪来的钱啊？日子不过了。妈，你放心，相信我，你儿子有钱，以后你听我的就行。妹，你看中哪个了？都喜欢，我就中间那套吧。你好，我们看个房。姐，有客户在叫呢，给你上一课。像他们这种穿着的人呢，一看就是底层人，被他们看到，纯粹就是浪费时间。不好意思啊，我们这边的房子呢是少五百万起，想要来我们这里看房啊，起码得提供百万以上的资产证明。喂，我们就是看个房而已，还要验资？那当然了，不然阿猫阿狗都来我们这儿看房，看了又不买，会不会得累死啊？先生、小姐，不好意思，那我来带你们看房吧。哎呦呦，一群穷鬼也好意思来看房啊！小姑娘，我跟你说，你带他们看房有什么用？看了，他也买不起呀、啊。这句话应该我来说吧？真是搞笑啊！一个连几百万彩礼都出不起的穷鬼，还想来这儿买房？你买得起吗？你？怎么了，宝贝？没事儿，就是忽然有些庆幸，幸亏当初相亲没答应这穷鬼，要不然哪有机会来这里看房？说你有眼光。别管这些穷鬼了，现在我们去看房。好的，好的，贵宾，请跟我来。哎，等一下，有你们这么欺负人的吗？我们来看房，你就百般刁难；他们倒好，你不但这么殷勤，连验资都不验了。开什么玩笑？就你们这穷酸样，人家没把你们赶出去都不错了，还有理财的道理？就是啊，来来来，你看看啊，一个送快递，两个临时工，全都是底层的贱民啊！你说说你们这一家子，一年挣的钱都没人杀少一天的零花钱多，你们凭什么跟别人争？怎么说话呢你？职业不分高低贵贱，你们这一家也只是攀附别人而已，跟我们也好不到哪里去。穷鬼。你懂屁呀、啊！人家沙少啊，已经向昆纳尼提亲了，马上就是我们家的女婿了。人家有钱给我们买房，你能？还好我姐当初相亲的时候没看上你这么个穷鬼，不然哪能遇上我们沙少啊？别跟他们废话，只要把他们先赶出去，本少立马给你全款拍套房。啊！姐，都是客人，这样不好吧？有什么不好的？穷鬼就该去贫民窟。配来我们这儿看房，他们来看房只会影响咱们的销量，把他们给我扔出去。我看你们谁敢动龙先生。陆氏集团陆总，小小的一间房产中介公司也敢动我们，你们真是活腻了。两位老总今天怎么有空来我们这儿呀？好大的狗，你敢这么跟他说话啊？姐，小心点，注意形象。我看呀，有些人是心乱了，在这口不择言。闭嘴！你来这干嘛？我呀，当然是听说龙先生要买房，过来帮他挑一挑了。天哪，这个男人到底是什么身份呀？竟然让两位女总裁为他争风吃醋！我刚刚还看不起他，死了死了，得罪了他，这可怎么办呀？中间那些我都要了，写龙先生的名字。我到底是怎么合同？姐。这是什么情况？这间房子是好几千万呢，怎么就送给他了？还能是什么情况？吃软饭呗。这软饭也太香了，姐，我也想吃。给我闭嘴！等一下，这片楼盘我全包了，名字写他的。冷总，
这个价值上亿，您确定吗？怎么不行？不是，我的意思是价格很贵。我成交后，你不是也有上百万的提成？我愿意啊，我愿意。那位老总，他就是一实习生，刚来，什么都不懂。要不然，我为两位老总来签合同。滚！一个吃软饭，有什么了不起？哎呀，可是他好像过得很舒服啊。姐，要不这样吧，你让沙少想想办法，帮我也找个富婆，我也想被包养。给我闭嘴！小薇啊，这两位都是大人物，又帮了咱们这么多忙，你可对人家好点，脾气收敛。妈，我只是对某些势利眼暴脾气。姐，我看姐夫不是一般人，要不再考虑一下？你看这么多人折腾他呢。老婆，你找我有什么事儿？莫非我们离婚吧？什么？你也觉得我穷，配不上你，才选择了离婚，对吗？这段时间你体验了上流生活的圈子，加上这些房子作为补偿，也该足够了。你也瞧不上我，是吗？从未。但路该醒了。好吧，既然你这样说，你我终究是两个不同世界的人。我欣赏的是龙王殿上的大人物，而不是出了问题就依靠我的。龙飞，我当然不会看轻你，只是也只有这样才能让你放下这段不该存在的感情，这样对你也好。人终究得靠自己。儿子，看到了没有，这就是吃软饭的下场。天下哪有那么多掉馅饼的好事。这穷鬼啊，现在连靠山都没了，我看他以后还怎么嚣张。沙少，这两个人啊，就是底层贱民，以后啊，再也见不到了。也是，跟这穷鬼住在一块，那得有多晦气。走，我们啊，换个地方看房去。拜拜。这是龙王回归宴的邀请函，你可以去认识一些大人，结识一些人脉。一个宴会而已，我想参加，还不需要邀请。妈，我们走。哥，你就别不高兴了，不就是个女人嘛？像我哥这么优秀的男人，女人不是随便找。婷儿，嗯，我怎么觉得我离婚了，你咋那么高兴呢？我哪有啊？你不要乱说啊！那你看看。好了好了，人家是天之娇女，咱们高攀不上。离了就离了吧，今天啊，咱们一家人就开开心心的吃好喝好，忘掉忧愁。来，喝酒，干杯！干杯！妈，你说我的手艺怎么样？我的女儿棒棒的。啊啊！干杯！干杯！妈，我不能喝了。我得去洗个澡，我一会儿要参加个宴会。好好好。哎，小婷，你怎么进来了呀？哎，小婷，你喝醉了。胡说。我没喝醉。哎呀，可是我们是兄妹。我们又没有血缘关系，算什么兄妹啊？我，你不是不知道，我已经喜欢你那么久了。别，小婷，你先。我不想再逃避了，我爱你。嗯。月月啊。全先生虽然年纪大了点，但是年纪大的男人知道疼人啊。听妈话，试着跟全先生处一处。妈，你是不是忘记答应我什么事情？我刚和龙飞离婚，你就逼迫我嫁给全先生，不就是为了这张黑金函吗？你懂什么？我们冷家已经撑不下去了，有了这张黑金函，我们就可以跟龙王同一桌吃饭，我们冷家就翻身的余地。妈，
之前龙王不是向姐姐求过亲了吗？要想跟龙王搭话，不难吧？龙王回归的消息传遍了江城，各大千金富豪都排到了漂亮国。你觉得人家会看得上我们？哎，月月，就听爸妈意思吧。能和龙王吃饭的机会万金难求，而且和全京城成为男女朋友，对你也有好处。月月，叔叔阿姨说的非常的对，我这个黑金函可是万金难求，有人出价2亿，我可都没卖呀。如今我用它来讨好你，还不够吗？我不愿意的事情。谁想碰我都没有用。这件事情你必须听妈的。我就不明白了，你为什么这么犟呢？非要嫁给那个穷小子快递员，不嫁给能让我们崛起的全先生。妈，就为了一张黑金函，你就要把我卖给全家吗？这怎么是卖呢？你是为了你家牺牲，妈也当年也是这么过来的。慢慢慢慢你就习惯了，你和试着和全先生相处相处，说不定你会发现全先生是一个很好的男人呢。你放心，我和月月在一起以后，这张黑金函就是你的了。不就是一张黑金函吗？我能搞定。王妃，你在胡说什么？你这个快递员除了会说大话还会干什么？我说你一个吃软饭的快递员，你又跑来这吹牛。你那个邀请函估计还是别人给你的吧？你凭什么拿到这张黑金函？难道就靠你这张说大话的嘴吗？看来上次你挨的打还是没让你长记性。既然你看不起我，那你敢不敢跟我对赌？赌什么？就赌我能不能拿到黑金函，让冷家和龙王坐在一桌吃饭。好，要是你输了呢？我输了，就自断双腿，自挖双眼。从此以后在冷小姐面前永远消失。陆飞，你知道你在胡说什么吗？姐夫，有我在你可以不用这样，你不用自断双腿，不用自挽双目呀。你误会了，我这不是舍身取义，这场赌约我赢定了。如果你输了，就当着在场所有人的面一边学狗叫一边爬出去。可以，我答应你。距离回归宴只剩十几分钟了，要是十几分钟以后你拿不到这张黑金函，到时候冷家二小姐她可啊。我们走。老婆，你是不是疯了？这种必输的赌局你也敢赢？你知不知道你要是输了，这里没有人能保得住你。老婆你放心。你这个穷小子怎么还这么阴魂不散呢？本来全先生愿意把黑金卡给我们，这下好了，你一来把全先生给气走了。姐夫，你真的能做到吗？相信我吗？我当然相信你了，姐夫。如果你真的做到了，我给你个什么奖励？妹妹，我和龙飞已经离婚了，你不要再叫他姐夫。而且这张黑金卡，我们冷家费尽心思都得不到，他人为试探的，怎么可能拿到啊？这里有300万，够你用一段时间了。你拿着它赶紧走，越远越好，不然一会儿你就走不了了。不用，老婆，你不是一直想知道我的真实身份吗？今天我给你一个答案。龙王殿众人恭迎龙王回归。恭迎回归。来吧。你的母亲知道您回归，正在赶来的路上。好死。先不管他，你们先去准备吧。是。哎呦，你这个穷鬼，我还以为吓跑了呢。小天啊，他们这是怎么回事？打扮呗。听说今天的龙王的父母要给他的儿子选老婆，你看他们一个个争先恐后的。选老婆？嗯。啊，不过哥你放心，我发誓，我是绝对不会去的。小天啊。我觉得吧，你还是参加一下。为什么？我说你们这一家到底是走了什么狗屎运，还能来龙王的回归宴？你们想干什么？小子，现在没靠山了吧？看我接下来怎么弄死。现在好了吧？被龙总甩了吧？我告诉你，没有女人的保护，你一辈子就只是个穷屌丝，永远都翻不了身。我说你们这一家子怎么一点记性不长？之前呢，是你这穷鬼儿子运气好，
攀上了冷总，但是呢，很快就被踹掉了。现在又想让你的临时工女儿去攀龙王，你也不看看这是个什么货色？哼，人家龙王怎么会看上他？我怎么了？那边是厕所，赶紧去撒泡尿照照自己。我们并没有得罪你们，你们为什么这么说我们？那我就告诉你为什么，穷就得跪着受着，懂了吗？你这个贱人，还妄想攀附龙武，做梦去吧！哎，你算什么东西？敢在这儿欺负我的家人！不好意思，等一会儿不是他攀附龙王，而是龙王过来向他求婚。很好笑吗？我看你是找死吧！你龙王高堂到，龙夫人好，各位晚上好。想必大家应该知道我来这的目的，我今天是来招儿媳的。我会在现场出一道题，在下的哪位千金答对的话，将会成为我龙家的儿媳妇。那你看你的妈，可是我已经跟沙少订婚了呀。沙少能和龙王相提并论吗？你要是被选上了，就算当场悔婚，他都不敢说一个不字。你们两个如果能成为龙家的儿媳妇，你们后面说啥，妈都答应你们。就算没有黑金寒，只要能成为龙家的儿媳，我们冷氏集团也就可以与藤困头跑出来了。对对。琪琪，你为了不嫁给全先生，故意嫁给这个穷小子。现在你离婚了，妈也不追究了。接下来你给我好好表现。我知道了。有请龙飞、沙鹰、全先生上台。接下来我会给大家出一道题，大家选择心中的那一位女婿，一旦选择就不得退婚。这一位是沙少，是小集团的少爷，一年的收入呢是1000万，也挺不错的。这一位是全先生，是帝都全家大少爷，富可敌国。这一位呢是普通小伙子，送快递的，一年的收入呢也就10万，但是他非常有孝心，对爱情也很专一，同时呢也能吃苦耐劳。想必大家已经选好在心中的女婿了吧？只要你们一旦选择，就得履行承诺。只要你们一旦选择，就得履行承诺。妈，我怎么觉着这好像是在考验品行啊？是不是选这个最普通的龙飞就会被龙王看上了？哎呀，我说傻小子，你是不是小说看多了呀？还什么品行考验？只要不是个傻子，谁会放着帝都的大少爷不选，转而去选一个送快递的穷屌丝啊？可是妈，我、哎、好了好了，乖啊，不要耽误你姐姐啊。哎，你们两个除了那个龙飞，全上沙上随便你们选，才不要！我就要选姐夫。你们，我算是看明白了，通过的是冷月、冷心、陆佳琪以及叶婷。有请四位小美女去后台换婚服吧。龙夫人，我想问一下，为什么他们几个入选了，我们家曼妮没有入选呢？因为他们选择的是龙飞呀。龙夫人，我觉得这不公平。哦，你说说怎么不公平了？这个龙飞我之前跟他相过亲，就是一个送快递的，而且之前相过十几次，正常女孩绝对不会选他。龙夫人，我想知道为什么选他才能过，这不公平。对，我反对。虽然我年纪大了点，但是我怎么着也比这个送外卖的强吧。这个家伙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穷光蛋，身份卑微，我也不明白为什么要选他呀。你们也是这么认为的吗？龙夫人，虽然我女儿通过了，但是这个条件也真的不太合理。妈，你闭嘴。你不觉得龙夫人会有别的什么考验吗？我现在不提出来，后面你们就不合格了。妈，你说什么呢？我们不是通过考验了吗？你不觉得龙夫人现在的审核标准很有问题吗？你们都通过了考核，只要你们愿意就可以跟我的儿子龙王结婚，你们愿意吗？不愿意。你们不愿意？你们两个死丫头是想气死我吗？龙夫人，我不愿意是因为我已经有心上人了。臭丫头闭嘴，你不会是想说？对，就是龙峰。我虽然你没学历没本事，一年也赚不了几个钱，但是你很孝顺，而且对我很好，真心待我，我已经不知道
从什么时候开始就爱上你了。可惜我们已经离婚了。死丫头，你这疯了吗？你这是要坑死我们冷家。我冷心，你不能选你姐啊。姐夫，虽然你没有钱，但是你人很好。反正他们要是不嫁你，我嫁。我最喜欢你了。你这两个丫头真是要气死我。你拒绝的理由呢？我呀，当然是单纯的喜欢龙飞，想嫁给他了。好，那你呢？我哥是世界上最好的男人，我之前一直在偷偷的喜欢他，但从来没有变过，所以我这辈子只会嫁给他，不会嫁给其他男人的。你有什么话说吗？我有话说。小子，好像咱们的赌约还没有兑现吧？没记错的话，输的那一方要自断双腿，自挖双目。你输了，动手吧，不然的话，我可就要叫人来帮你了。我是说过要帮冷家拿到一张黑金函，但我没说是什么时候吧。你这个意思是想耍赖了？全先生，他刚才废什么话？他向来只会说大话，给他点颜色瞧瞧。急什么呀？不就是一张黑金函吗？我就算不拿出来，这场赌局我也赢定了。什么意思？你们要黑金函，无非想要冷家跟龙王坐的一桌。现在我给你们这个权利，直接坐到龙王那一桌。你以为你谁啊？想让我们跟哪一桌坐就跟哪一桌坐。就是，现在这种场合还在这说大话，我看你呀，还是自断双腿爬出去吧。你之前我没忘记的话，老实说自己是龙王吧。冒充龙王可是死罪，你等着吧。来人，把这个穷小子双腿给我打断，眼睛挖出来，溜出去喂狗。你们这些人胆子可真大。这位是龙王身边的秘书，他一到就说明龙王出现了，龙王正在要来了。敢冒充龙王，神仙来了也救不了你。哥，要不我们还是先走吧。参见龙王。参见龙王。龙王，龙王，怎么可能？他怎么会是龙王呢？这送快递的穷屌丝怎么可能会是龙王？之前还拒绝了他，来，我拒绝了龙王。这位小美女，现在可以去换一身衣服了吧？这场赌约你输，是不是该兑现你的承诺了？让我学狗叫，自断我双腿，管你是不是龙王，赌得死。不知死罪。龙王，我之前不知道是你，这我有罪，不忏悔，不忏悔，你原谅我吧。现在道歉跪舔，是不是迟了些？传龙王令，所有得罪我的人和家族，个人冻结所有财产，家族企业自动解散。若有不遵，你得帮帮他们。是，儿子，现在杂事儿已经处理完了，你也该忙正事儿了。正事儿。儿子，这四个都挺不错的，你选一个结婚吧。姐，你看看，都赖你，都赖你太拜金了。错过了让龙王当我姐夫的机会，都怪我有眼无珠。哥，选我吧，我可以给你做饭。龙飞，我愿意继续做你的老婆，我能把我的一切都给你。姐夫，我喜欢你，让我跟姐一起嫁给你吧。儿子，你做选择吧。妈，我能都要吗？